金正恩宣布的大消息，释放三个重磅信号。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政治家，朝鲜的当家人金正恩绝对算一个。金正恩年少接班，27岁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父亲为他安排了8名顾命大臣，但他真正能信得过的，却只有比他更小的妹妹。陈强主弱，他的政权存在系统性风险，结果他竟然利用朝核问题，不但整肃了内部，回收了权力，使得自己内部再无竞争对手和对立面，而后与特朗普实现金特会，彻底缓和了对华关系，整个局面一下子就活了，政权非常稳固，唯一的缺憾就是安理会的制裁限制了经济发展。不过就这一系列牛气冲天的神操作，这个世界上能做到的政治家其实就没几个。就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突然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其后续影响可想而知。据朝中社12月31日报道，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30日闭幕，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金正恩在报告中说，对于2024年工作，报告重点要求军工部门落实国防发展战略，对导弹开发及生产部门提出重点目标，要求基于过去一年成功经验，在新的一年追加发射3颗侦察卫星。报告还要求通过造舰提高海军战斗力，并要求开发和生产各种无人武器装备和电子战手段。就朝鲜半岛局势，报告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反朝对抗活动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正是半岛局势濒临更难以预测的危险状态。报告要求朝鲜加快打造压倒性战争应对能力，做好万全军事准备。就朝韩关系，报告强调要重新确定对北南关系和统一政策的立场。金正恩表示，朝韩关系再也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敌对关系。金正恩在报告中释放了3个重磅信号。第一个信号是朝鲜正在加紧备战。朝鲜备战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事实上就像俄乌战争爆发时我第一时间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有可能引发新冷战，而且战争必然外溢，其中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方除了巴以冲突外，朝鲜半岛也是高危地区之一。朝鲜领导人显然看到了这一风险点，所以从那之后，平壤其实就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现在朝鲜进一步强调备战，主要是在寻求军事上的突破，为的是将来在战场获得军事优势。从最近朝鲜卫星技术方面所获的突破，显然他与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些实质性交易。第二个信号是半岛局势未来非常危险。朝鲜领导人对未来的判断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他已经不止一次认识到朝鲜半岛的局势危险性。这个危险性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如果中美关系不可调和，真的可能爆发代理人战争的时候，美国很可能不选择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撕破脸，因为那意味着美国要亲自下场，而是选择在朝鲜半岛与中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另一方面，从朝鲜视角看，以中美现在的实力，如果因为中美摊牌而引发朝鲜半岛的代理人战争，那对朝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打破过去38线平衡的机会。因此朝鲜也有利用地缘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目标的内在意图。基于这两个方向的诉求，说明朝鲜半岛的局势是非常危险的，而对这样的局面，朝鲜领导人是心知肚明的。第三个信号是朝鲜已有统一韩国之心。关于朝鲜半岛，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推演，推演结论是未来朝鲜可能统一韩国。这个推演的基本逻辑在于，朝鲜立国靠中国和自身的军事能力，韩国立国完全靠美国。而且从政治上说，朝鲜抗日胜利取得政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法理正统性，而韩国则是日伪政府被美国变身后的政府，合法性上都存在问题。所以综合来看，一旦韩国失去了美国的支持，朝鲜就有了统一韩国的基础。现在朝鲜拥有了核武器，拥有了可以打到美国的核导弹，这意味着未来在政治上，朝鲜是具备足够强的自主能力。
如此背景下，一旦美国影响力未来被挤出东亚，那么韩国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而朝鲜又有反制美国的武器，到那时谁还能挡住朝鲜统一韩国的脚步？所以我认为金正恩在报告中就朝韩关系的重新确定和统一政策的立场是一种迂回策略。金正恩表示，朝韩关系再也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敌对关系，还是战争状态下的敌对关系。这一重新定位就直接扫除了同族内战的掣肘，而是敌对国家的定位。一旦开战就是你死我活，而不是顾及到同族情分。一旦这个定位确立了，当真正开启了战争，当美国在东亚立不住脚，那么朝鲜就能可以借机灭掉韩国政权，然后吞并韩国。金正恩的宣布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半岛局势发展到今天完全是尹锡悦政府一手造成的。事实上在文在寅时期，金文会已经让两国关系向和平与稳定跨了很大的一步，虽然无法实现和解，但至少没有爆发战争的条件。尹锡悦是美国一手培植起来的政治小白，他上台后奉行对朝敌对政策，并且不断挑衅朝鲜，这让朝鲜甚至废除了与韩国签署的军事协议，使得朝鲜半岛重燃战火的条件逐渐具备。然而在面临巨大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韩国不是缓和对朝关系，也不是发展对华友好关系，而是完全投入美国怀抱，完全以美国利益为核心，这使得朝鲜半岛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高。朝鲜半岛最大的风险在哪里？那就是一旦中美大国矛盾不可调和，美国又不敢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摊牌，中国又不想因为台湾问题与美国撕破脸，那么中美就可能在朝鲜半岛较量一把，通过代理人战争的结果来定输赢。一旦如此，大家想想朝韩代理人战争的输赢，用脚趾头想也能想出来，朝鲜必赢。如果美国亲自下场打仗，中国也必然干预，那还是朝鲜赢。因为70多年前，中国就能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帮助朝鲜打平。今天中美的实力不言而喻，尹锡悦惹下的大祸让朝鲜有了统一韩国的机会。金正恩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做了后事安排，那是真的敢干的。他为什么带着还不到10岁的女儿参政？就是要把金家的政治血统给立下来，一旦爆发战争，他是准备拼命的。万一有什么意外，朝鲜半岛的政治稳定因为有后续就不会乱，朝鲜就必然还是赢家。试问在这样的格局下，韩国难道后脊背不发凉吗？尹锡悦还要跟着美国瞎跑吗？这不是准备灭国的节奏吗？尹锡悦看来注定是一个国家的罪人，接下来朝鲜一旦有事，那就是天崩地裂的大事，所以韩国最好稳着点，不要瞎搞。